我是贵州不同人的，我叫杨勉南，今年29岁，我得克隆病已经5年了。开始的不是不是那个溃疡，那个还有那个这个叫什么脑疼是吧？脑疼，他溃疡现在就在开始了。也不是，一开始就是什么？一开始检查出来就是可能，然后就吃药。他开始啊，就是说叫我吃那个药嘛，叫我什么吃了2-3年他就好了，接着吃，他叫我别断。奥萨那什么？吃3年。他叫我连续吃3年，他说这个病就好了。连续吃3年就好了，结果你吃4年。没有，我也没有吃，就是吃，就吃3年也没吃。吃了多少时间？吃了可能有几个月吧。有效果的。有效果的。所以有效果。后来我就，那个。就第三年了，就住院嘛，住院了，然后就是那个住院又就是第二次嘛，给我吃那个激素。吃激素。上激素。对，但是不多，就像他们吃的那个，听他们吃的，吃8粒。差不多吃的，就最多也是2粒。是的，比较少。然后就症状减轻了什么的，他就叫我减，半粒的这样减。然后后来也减完了，也没吃。吃了两次。去年也吃过，就那年，隔一年好像是隔一年吃过一次。是断断续续的吃。也连续吃。但是也吃的不多，对。量也不大，好像有的吃8粒、10粒，12粒都有。后来呢？后来嘛，就是去年在杭州住院了一次，后来又犯了，又不行，又到湖州住院。去年就住院2次嘛，一下子。去年住院2次。一下子住院2次，后来不行，也吃药控制。今年就是又复发了，反正医生都说治不断根嘛，这个病，就是后来就反正心情很那个的，很不好。很不好，消极的。我老公就在那网上查了你们的，其实真的开始也不信了。开始也不信哈。不信了，我真的不信。他说我老公，他说。你再怎么也去试一试，走到这儿我看也不怎么相信。我老公说，是真是假，你要看看，来都来了，你是真的是假的也要看一下，也要试一试。然后就住在这儿，过了治疗了3天。开始也不信是吧？开始不信，来了还是来了都有怀疑，对我们怀疑是吧？当时有刘凯旭在。刘凯旭就像你现在这个状态。是啊。是不是？那说明有他做榜样，你才能更信。是不是？现在几名相信了？现在几名相信？早就相信了。你主要什么症状？开始的时候就是溃疡，口腔溃疡，然后肚子疼，拉肚子，住院了。后来就复发也是疼，也是拉肚子，都一样的。
后来就是去年可能11月份这儿就起了包块，感觉痛鼓起来了，痛鼓起来，这儿鼓个大包，对，鼓个大包。来的时候像你家像怀6个月怀孕一样，对，就是有点大。他们俩是硬的话，现在软了，现在是躺在那就平了，来的时候躺在那就不平了。你们外面一转，和你家人说，是吧？这人就是超生命一倍，都在这儿生孩子。来的时候还在这儿，就是。是啊，那不怎么生的，只能走路。或者这样超生的，才能拖出这些孩子。在家里趴一趴，在这儿拖着。估计人家也是这么想的。人家问我那老乡们问我们来这干嘛，我们说不干嘛，我妈呢，人家肯定是这么想的。再说他实际上他那个手工吧，有一个包块，很大的包块，也很硬，还很痛。对。后来检查那儿还有积液，是吧？哦，有积液，做了 B 超，有积液。所以说他这个症状就这样，是吧？大便是不是也不少，但是肚子痛，吃饭就肚子痛，你吃饭消水就不行。这两天怎么样？这两天不疼了。是吧？嗯。这两天又发烧了，是吧？对，就发烧。发到了多少度？39.2度。啊，39.2。嗯。然后又擦药酒，然后发发烧，对，就退了。就退了。是的，这两天怎么样？感觉？你们俩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最起码不疼了。是吧？嗯。这两天发烧也反正就不像那么几天那么严重，反正。感觉怎么样？最近治疗？感觉挺好的，感觉就是痛也慢慢的就消失，就是不怎么痛了。还有发热现象是吧？对，发热，每到一个礼拜就发一次。发一次。原先认为是天气热，现在看来不是天气热。还是这个地方都有炎症引起的，是吧？是吧？因为你天气一冷，可能就是这儿就它就会又引起哈。啊，总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，是吧？效果挺好。是吧？比刚来是好多了。好的多嘞。是吧？基本上还是可以，是吧？对。现在肚子也不疼了。嗯。是吧？偶尔有那么一下，痛，是吧？就痛了，挺轻的那种，就是。然后腹部呢也小一点了，也平坦了。原来躺着是一个鼓起一个包，现在躺着就行了。其实你们说我长肉了，我真的没长肉，但是这个是这个肚子软了，感觉肉乎乎的，已经是硬的，就感觉不到肉，是这样。对，经过这个克隆菌吧，部分患者腹部有包块。这西医叫包块，中医叫急剧痛症甲，我们叫痛的堵塞。这个包块吧，就是有炎症的时候可以检查出来 ，CT 啊、B 超、核磁都可以检查出来。但是经过堵塞 ，CT、B 超、核磁是检查出来的。即使达到了比石头还硬的时候，也检查出来。嗯，这就是经络它的堵塞的特点。这就是。经过这两个月治疗效果还是不错，对，是吧？是吧？